随着选举时间接近，各候选人嘛拢接受来成立竞选总部。因控区市议员候选人林彦祖嘛伫家己服务处来成立竞选总部。东港市来了超过8000位乡亲到场收听，前总统马英九嘛到场徛台，希望会当让林彦祖继续来连任，为台南市民服务。这次要代表国民党参加市议员选举的现任议员林彦祖，在四个上午也伫家己的服务处头前成立竞选总部，现场来了超过8000位乡亲到场收听，大家做伙喊着当选的口号。李东刚除了有真侪贵宾到场支持之外，前总统马英九更是特别到场。会上，伊也讲到台湾有真侪民进党执政的城市，农产拢无法度销往中国，对农民来讲相当不利。所以，若是会当予国民党执政，对农业来讲一定有搁较大的发展空间。台南有很多的农产品，原来可以卖到大陆的，现在都不行了。应该让一个国民党的人来当市长。才能够改变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尤其是如果彦祖能够当选，以他历来敢言、行侠仗义的作风，帮助我们台南的农民把他的农产品卖到大陆去，增加他的收入，帮助我们经济的发展。大家说好不好？所以我在这里不但希望高思博高票当选，也希望林彦祖高票当选。让林彦祖帮助高思博来帮助台南的市民。林彦祖也表示，希望大家会当予伊支持，未来若是有机会，也继续秉持着家己的做法来为乡亲发声。拄仔主持人有讲过，若是会当做一个温柔的女性，我是哪要做赤查某？但是真正是无法度，彦祖为着你。我绝对是伫议事厅敢讲敢做，唔惊予人甲批评的赤查某。为着咱即马现代的政府，就是民进党的政府，做甲予咱非常的艰苦。咱艰苦甲两年来，咱有话无得讲，所以咱一定要即届用选票来甲架势安尼，好无？这些政绩同时也是宣布选战将要进入最后的阶段，每一个选区候选人也拢用无同款的方法要来取得乡亲的支持，期盼就是会当进入议会来为大家服务。记者郭佳明，因控区采访报道。